给盆子里先加一勺出油，加两杯面粉，把面粉和油搓匀，给里面再加一勺白糖，给面粉里再加一勺泡打粉，打两个土鸡蛋，面团入锅醒20分钟，给面团外面蘸一层凉菜碎，有温有雾成热的把丸子放进去，吃吧，好吃的。妈，里面颜色好看啊。我那拍个。啊，这是多吃了。哇，这那蛋糕也太漂亮了。嗯。